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这么说，狄云入狱两年多了，天天挨丁点的拳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有时半夜也打他，有时他是好心，也照挨打不误。师兄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明天你要抱得美人归了，师弟恭喜你了。师兄，明天就是你大婚的日子了，怎么你还闷闷不乐呀？刘师弟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那个狄云还好好的活在牢里。哦，难不成师兄，你要让我再送他一壶毒酒？这次就不用多久了，只要你把我和七方的喜糕送过去，我相信就没事了。这个喜字儿才是一副真正的毒药，就让他在牢里慢慢的去死吧。好，小子，你的东西。老子大哥，大哥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吴侃，对，正是在下。你来干什么？人家可没忘了你这个旧相好的。今天是万师嫂大喜的日子，他让我给你送来两只鸡、四只猪蹄儿和这十六块喜糕。什么万师嫂？什么大喜的日子？万师嫂，就是你师妹，齐芳姑娘。今天是万师兄和万师嫂拜堂成亲的日子。师嫂让我给你送了喜糕，还挺够意思的嘛。我不相信，你们万家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就知道骗人。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。不相信？你不相信？我骗你，我胡说。是七师妹，哦不，是万少奶奶，是万少奶奶让我给你送喜糕来的。我如实的告诉你吧，自从我师父伤好了以后，他宽宏大量，让七师妹住在万府。这一年多，他跟我师兄卿卿我我，说不定明年生个胖小子。你胡说！你放屁！我师妹怎么会嫁给姓万的那个小子？你放屁！你放屁！臭小子，你慢慢的等死吧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
你胡说！师妹！冤枉的，这世上坏人太多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师妹，你要找到师父，保重自己。
兄弟，来，起来。你干嘛？干嘛要救我？你难道还嫌我受的苦不够吗？小兄弟，你，我只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天天见到你这个恶贼。小兄弟，这两年你在牢里受委屈了，大哥在这里向你赔不是了。疯子，疯子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丁点，目不识丁的丁，三分五点的点。我叫狄云。啊，都怪我疑心病太重了，一直把你当成歹人。这两年，让你在牢里受苦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委屈，对我讲讲吧。狄贤弟，你心里有什么委屈，你就是不说，我也能猜到八九分。你师妹既然对你无情，那么你又何必苦苦强求她呢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将来找一个女子比你师妹好十倍百倍，那又有何难呢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丁大哥，丁大哥，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吧。丁大哥，为什么你原来把我当作歹人，现在又觉得不是了呢？你若是歹人，就不会上吊自杀。我看你上吊多时，身体已经凉了，才用神照经救你。你上吊既然是真的，就不会是向我施苦肉计的人。啊，丁大哥，你觉得我在向你施苦肉计？你又疯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打死你！大，你想骗我？哼！我要你的命！戴迪云，死罪的人，两年多过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本官还不杀你吗？啊？本官念你还很年轻，以后还有用。只要你能够听本官的话，说不定日后我还会放了你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和丁点交朋友啊？我大人，他天天打我，我正想求求您给我换个牢房呢。你知道他为何天天打你吗？他是个疯子，他动不动就发火。没错没错，他是个疯子，但是你必须得忍着啊。
要继续和他交朋友，尤其要注意他说些什么话都记下来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明白。你真是个废物。穿了琵琶骨的人可不就是个废物吗？这话是丁点对你说的？不是。那我以前本来还有些武功，可现在全没了。走。林退司真的把你当成卧底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林退司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你和我竟成了朋友了。哼，他是让我跟你交朋友。你没有说我和你成朋友了吧？哎呀大哥，我再傻我也不会说咱俩交朋友啊。我说你是个疯子。这就对了，每当月圆的时候啊，林退司都要严刑拷打我，回来以后我仍然拿你出气。有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和我很要好的样子，一定要记住啊，林退司一旦发现你和我成了朋友，你就会死到临头了。啊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倘若林退司疑心你和我成了朋友，便会用毒刑拷打你，向你讨问一件事情。他们知道对付我难，而对付你这个毛头小伙子就容易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的原因。哦，大人，我看狄云这傻小子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不如把他杀了再换另一个卧底。丁点明察秋毫啊，真正的卧底他一眼就看穿了，而那个狄云是毫无心计，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我们的卧底。这久而久之，丁点不再戒备，说不定就说上两句可用的话了。大人真是神机妙算的。是不是万家又来催你了？没有。万家是巴不得狄云早死，可我偏偏不让他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狄云说不定他还有另一重用处。奇怪的是，他师父七长发为何迟迟不来看他？你说呢？哇，这可真漂亮！那当然了，这里是跑马清泉。哎，师哥，为什么叫跑马清泉啊？因为当年关云长镇守荆州，带兵到这里，天气炎热了，三军口渴难耐。他坐下的赤兔马更是焦躁不安，奋蹄狂奔，便踏出了这一串串清泉，所以后来的人便称他为跑马清泉。师哥，你知道的可真多呀。可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，而你会知道。那是什么？连城诀。连城诀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妹，师哥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知道，这个连城诀真的是比我的性命还重要。连城诀？难道你爹真的没有给你提起过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快说快说。就是那晚为了那个什么连城诀，你爹爹
和我爹爹打了起来，后来我爹爹还刺伤了你爹，然后他就无影无踪了。师哥，那个连城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害人。是一本书。是一本书？原来你也不知道。他真的不知道？是。他不会是在骗你吧？爹，阿芳绝对没有骗人的那份心机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连城诀呀，再老实的人也会长出个心眼来的。不过成亲以后，我们每天形影不离，他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引起孩儿的任何怀疑，并且他对孩儿可谓是一片真诚。这个齐长发的心机也太深了，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瞒着不告诉。哎，那狄云的连城剑法又是谁教的呢？哎，爹，您说会不会那个剑谱在狄云那个小子身上呢？狄云那小子没那个心机，他师父也不会把剑谱交给他。我们到他老家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是一无所获。你说剑谱会在哪儿呢？游戏总该收场了吧？啊，八年了，你就是一块石头，也该被捂热了吧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你就是打死我。我也不会说的。打，给我打！招你惹你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疯子！兄弟，打疼你了吧？丁大哥，没关系。只要你能逃过了这一劫，做兄弟的也就心甘情愿了。我没交错你这个朋友。丁大哥，丁大哥，丁大哥，这是我给你留的饭，你吃了吧。丁大哥，为什么每次凌锤厮打你都是在月圆的时候？我。
进来哥。丁大哥，这都两年多了，为什么你每次受刑回来总会传来箫声呢？这个吹箫的人是谁啊？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我和那个掌握秘密的人又见面了，仍然是一口回绝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阁楼里又响起该死的箫声，我心里忍受着巨大的煎熬。不过请您相信，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是最接近这个秘密的人，哪怕是再拖三年五年十年，我绝不动摇，绝不半途而废。这么说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个姓万的万归他安排的？你入狱对谁有好处就是谁安排的。万归为了讨好那姑娘，当着姑娘的面拿出了一笔白花花的银子送给衙门打点，好让姑娘心生感激。而这银子也确实送到了府台大人的手里。那银子也应该起到一定的功效。起到了，所以府台大人明知道你是冤枉的也要判你死罪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罪名不过是行奸未遂，偷了些钱财，根本不用穿琵琶骨在这死牢里关一辈子。这便是那些银两起的作用。丁大哥，我全明白了。哎，不对呀。这计策当中留下了一个好大的破绽呢。什么破绽？这个破绽跟你师父有关系。我师父？你想想，你师父刺伤了你师伯逃了出去，而五云手万振山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他受伤不死的消息应该很快就被传了出去。你师父即便没脸见你师伯，可是他也应该把你师妹接回去啊。如果他把你师妹接了回去，那万归苦心策划的阴谋不就全部落空了吗？对呀。你师父他为什么不接自己的女儿回去呢？这其中肯定有蹊跷。万归他们也肯定料到这一劫，否则这计策不会是这样安排的。可这中间的蹊跷，我一时也想不到。丁大哥，我师父自从伤了我万师伯之后，惊恐之下他肯定逃到了蛮荒之地，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他的讯息。丁大哥，我师父是个乡下老实人，你就不用再多想了。什么？你说你师父是个老实人？他杀了人会害怕逃走？是啊。丁大哥，我师父的心地再厚道不过了。那个万师伯他冤枉我师父偷了什么太师父的什么剑谱，
所以我师父一气之下，他就忍不住动手了。其实我师父，他心地可善良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我不笑什么。丁大哥，你有话就直说吧，这其中一定有原因。你师父的绰号是什么？叫铁锁横江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种文绉绉的话，我原本是听不懂的。可是我猜想，可能是说我师父武功了得，敌人一般攻不进来吧。小兄弟啊，你自己才是老实的出奇呀！铁锁横江是叫人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这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个意思？你师父聪明机变，厉害之极，只要谁惹上他，他一定挖空心思去报复。叫人好似一只船在漩涡里打转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啊！不对，我师父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丁大哥，你看窗台上的花又换了。小兄弟，天底下受冤枉的不止你一个呀。你不是一直在问我灵退寺为何每逢月圆之夜拷打我吗？灵退寺的苦肉计是什么？还有那阁楼上的鲜花笑声。今天大哥全都告诉你。哦，这一切还要从碰见你师父说起。又是我师父？我是石门人，我父亲也是练武之人，而且在江湖上也算颇有名气。父亲死了以后，我就云游四方，拜师学艺。十年前，我乘船要去汉口参加菊花会。一天夜里，船停泊在三斗坪，突然听到岸上有打斗声，是三个人在围攻一个老者。这三个都是两湖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其中一个是武云手万振山。啊，那是我大师伯。另一个是陆地神龙严大平。那是我二师伯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。第三个人手持一把长剑，身手甚是敏捷，他就是铁锁横江戚成发。啊，是我师父。对。啊，那个老者是谁？是他们的师父梅念生。你把连城诀交出来，我们还是你的弟子。畜生！他们三个人跪下，招招狠毒，但仍无法取胜。饶了我吧！这时，清理门户，你师父以诈降之计骗取了梅大侠的信任，从背后刺中了梅大侠。梅大侠不得已扔出剑谱，转身跃入江中。三人离去后，梅大侠被我所救。他临终前将神照经传给我，并告诉了我连城诀的秘密。谁知道血刀门却寻着梅大侠的墓碑查到了我。他们围追堵截，向我索要神照经。为了不负梅大侠的嘱托，我从血刀老祖手中逃脱，躲进了长白山练功习武。两年后，我的神照经练成了第一重，
于是下山寻找机会为梅大侠报仇。那一年正赶上汉口又办菊花赛会。船匠，你能不能摇快点啊？汉口的菊花会天下闻名，今年又逢菊花赛会，我真是急于畅游其中啊。哎，别急，赶得上，我也想去看看呐。公子，那一片黄菊都叫啥名字啊？我呀，来说给你听听。啊，你来看，这是黄鹤翎。哦，你看，这个是暴君枝。这个呢？这盆菊花叫玉袍黄，淡淡雅香，浅浅明黄，敢称玉袍啊。那可是黄菊中的极品啊。哎呀，这名贵品种真是不少啊。哎，那红菊啊，是醉贵妃。美人红，胭脂香，你看，还有绣芙蓉，那淡红的呀是锦荔枝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花的海洋啊！啊，只有在这淡然寒气的秋空下，才会开出这种骨骼傲然的花呀。哦，哎，你看，那是西施粉，玉楼春。哎，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去。哎呀，这汉口的菊花会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不过。真是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公子，可惜什么呀？可惜没有绿菊啊。到处乱跑。这是什么呀？小姐，那个人他还知道绿菊呢。我们家里的春水碧波，绿玉如意，平常人哪里轻易见得？菊友，别乱说。我没乱说。那么多名贵的绿菊花，怎么会轻易摆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？我看这个大哥呀，倒像个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。菊友，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说话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菊友，我们走吧。诸位安静了，今天由各界贤达评花，选出菊花魁首。为了助兴，先做个猜谜作诗的游戏，谁能用这谜中字说一句与菊花有关的话，奖赏名菊一盆。两个人请半个人，有人能解吗？有人能解吗？公子，你能解吗？亭子里有位小姐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，菊花会人人邀伴来。答得好，赏蔡莲叶一盆。半个人是半两半。两个人可以写成人人吧？啊，妙妙。小姐，我们中头彩了。一头牛驮歪尾羊，有人能解吗？这谜出得好，有人能解吗？真不好猜呀，这不好说呀。公子，有人能解吗？你来解吧。好。哎，我们这位公子能解。这位公子要解。哦，小姐，是那个花痴。羞答答也来赏菊花，妙妙，解答的妙，妙趣横生啊。佛见笑一盆，真是风趣。这个人，
小姐，笑什么？我怎么不觉得哪点好笑？想想看，一个歪尾巴的羊下面加个丑字，不就是羞字了吗？丑字？可是那明面上没有说丑字啊。傻丫头，子鼠丑牛十二生肖人人皆知，这丑啊就是牛，这歪尾巴的羊下面加个丑字，不就是羞字了？是这样啊。今年的菊花魁首已由灵府的双飞燕夺得，不知有无雅士能集席赠诗一首，送此菊中珍品，以助菊花再会雅趣。小姐，太好了。公子，快上去吧，那位小姐在看你呢。我来一首。茫茫人海里，越来越有趣，最后只剩下我还是你。情歌凄凉涟漪，就在那一风平浪静，每刻梦都有你的痕迹。惯了风雨，刀剑皆知己，两颗心默契，窃窃私语。大雁飞入云海，再也没有他的踪影，孤独的向东还是向西。最后只剩下我还是你。情歌凄凉涟漪，就在那一风平浪静，每刻梦都有你的痕迹。习惯了风雨，刀剑皆知己，两颗心默契，窃窃私语。大雁飞入云海，再也没有他的踪影，孤独的向东还是向西。醒来后，我是否是自己？